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今日介绍呢一个咧就系欧针人气小物105款吓，本书都几厚。咁咧佢主要咧就分为三个部分。咁啊，第一部分咧就系一啲披肩颈巾。咁啊，第二部分系袋，第三部分系饰物嚟嘅吓。好啦，呢一度系三角形嘅披肩。咁佢有啲夏天、冬天都可以用。好啦，呢一度咧就係 motif 嘅披肩啦，咁佢係長方形、三角形，咁你呢啲佢有夏天、冬天款，其實你自己可以轉唔同嘅線材做嘅啦。佢呢度係夏天，呢個係好似有啲毛靴咁，佢咪可以有啲毛咪冬天款。好啦，另外呢一個係兩用嘅啦，又可以披肩，又係一個裙。咁另外呢一邊有個頸圍三角嘅披肩。呢度有個毛毛嘅頸巾，表印女人紐繩嘅披肩。另外右邊呢一個係 motif 花型嘅頸巾，環圈 ring 編嘅披肩。右邊係長針嘅配飾三角披肩。好啦，仲有呢一個左邊係。都是表印女人的披肩，和这里右边有个外套。这部分就是袋子，蓝色还有一个红色的配搭，都是 motif 六角形非洲花，这个是粗冷的袋。这边就全部都是短针黑白灰色两条冷一起勾的，这里都是个粗冷的勾针袋。这个都是，这个是圆底有底長針圓形袋。另外呢個有六個嘅 motif 啦，拼完引拔完之後咧，就再聯喺個袋上面。呢個就表印女人嘅 clutch 啦。右邊呢個係兩隻色配搭嘅短針嘅袋啦。好啦，呢一個係斜孭嘅長針短針袋啦，長針啦。表印女人葉形嘅圓形嘅袋底啦，毛毛呢個係一個刺猬嘅袋啦。好啦，厚金包啦，圓形嘅袋啦，短針毛貼拼啦，短針配飾啦。好啦，呢邊係小物啦，Granny Square 方形的皮啦，六角形非洲花的台戰杯戰啦，這個都是另外一款卷縫的拼的方形 motif 圖案的皮啦。好啦，另外這個六角形的裝暖水袋的袋啦，這個是另外一款用引拔做的皮啦，坐戰啦，六角形啦，圓形啦，花形啦，方形啦、圓形啦，好多。好啦，呢邊咧就係開始飾物啦，頸鏈啦、耳環啦、襟花啦，呢啲襟花啊、耳環啊、戒指啊、襟花，呢啲都係襟花頸鏈頭飾、髮飾。這個都是襟花。好了，這個介紹，這裡後面全部都是編織圖了。好了，介紹是這麼多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